其实医院里面也一直没有查出具体的原因。医院给出的那个结论的话，一辈子坐轮椅，他那个坐骨压嘛，整个就不能动嘛，完全不能动嘛。总共出事到他站起来，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然后不到一个半月吧，他大概就能走个一到两步了。爸爸那个时候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，心态调整好了，说不会有事的，他说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从他这一路走过来，确实挺不容易的，他吃了很多很多的苦。之前我也会有问他，我说这个痛啊，干脆我们就不治疗了，我们就放弃算了。然后他可能都会莫名其妙的看着我，就说为什么要放弃啊？这脚只是暂时没有力气而已。再，